嗨 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玉兄，很高兴你又回到这个频道。不知道你在看摄影 YouTube 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类型的影片呢？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看其他人是用了什么样的包包啊，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器材，所以我今天也打算自己拍一个 What's in my bag 的影片。那其实这个影片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已经录过了，但是因为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，镜头有一些更换，所以我打算重新再录一个影片。那这个影片呢，所有我提到的东西都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，没有任何的赞助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这个包包是 Brevity 的 Jumper。它是我在有了四五个摄影包包之后，我觉得不管是外形啊，或者是功能啊，或者是容量，最适合每天携带的一个摄影包。你可以看到它外形根本看起来就不像一个摄影包，它看起来就很像一个休闲的包包。那我选的这个颜色是很单纯的黑色，因为我不喜欢我的东西太花俏，我喜欢简单一点点。我们来看看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这边后面有一个放电脑的夹层，我使用的电脑是2020的 MacBook Air M1， 虽然我有修照片还有剪辑影片的需求，但是我觉得这台 MacBook Air 可以满足我大概 80% 以上的需求，这是我在2020年我觉得非常值得的一个投资。这后面的空间还蛮大的，它是放得下 MacBook Pro 的。OK，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夹层。这个前面的夹层除了中间有个大空间以外，它还有四个小口袋，然后可以放自己需要的东西。那我这边放了一个 SanDisk 的 SSD， 那容量是 1TB 的。这里面会放我最近在修的照片啊，或者是正在剪辑的影片。它的材质摸起来非常的舒服，然后也是防滴防尘的，用起来非常的安心，然后速度也非常的快。我使用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个 SSD 的。OK， 那我这边有一个 Cetouch 的对 Type C 的转接头。买它的原因其实只是因为它长得很简单，很好看。然后跟我的 MacBook Air 很搭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转接头。再来是我这里面有一个 Lightning 对 SD 卡的一个读卡器。那因为有时候出去拍照片不一定都会想要进到电脑里面修，所以我就会直接把它接上，传到我的手机里面。这样我要传给我的朋友或是上传我的 IG 的话都非常的方便。那我使用的相机是富士的相机，所以我这边也会带着富士的备用电池。再来是我平常也会使用 GoPro， 所以这边还有两颗 GoPro 的电池。这里面还有，这边有一个清洁镜头的一个清洁的笔，这个我也会随身携带。OK。那在看主要相机的夹层之前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侧边的一个出开口，它可以很方便的拿到包包里面的相机。那如果你要拍照的话，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取出来。方便，但是因为我的相机现在正在录影，所以大家看不到我把这个相机放在包包里面的画面。那我平常使用的相机是 XT3， 然后现在接在上面的是 16mm f1.4 这个镜头。那打开来的话，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夹层，那其实这都是可以活动的。这个中间如果拿掉的话，其实这个长度是可以放得下我的富士的50-140那个镜头，所以空间是非常大的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颗镜头，这颗镜头是富士的 56mm f1.2， 它的大光圈还有大概等效85的焦段，它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闪景。OK， 我会随身携带。再来这颗镜头是我影片重录的原因，我把我的 35F2 还有 23F2 卖掉，买了这颗镜头。那这颗镜头是富士比较新的 33F1.4 这颗镜头，那这颗镜头非常的棒。之后我也会 拍影片来简单介绍这个镜头。再来的话，还有我的 GoPro 10。GoPro 10的话，我平常也会随身携带，它可以，因为它的操作非常的方便。如果我想要把它拿出来拍东西的话，可以很快速的开始录影。我也会把它背着我的包包，把它夹在我的包包上面，可以随时开始录我的 POV 的影片。再来还有 Peak Design 的这个相机背带。虽然我平常在拍照的时候比较习惯使用腕带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很长，然后很累赘。但是因为我的相机还有我的镜头都没有防抖，所以有时候我会接上我的相机背带，然后把我的相机背带这样拉住，让我的机身会比较稳定，让我的画面也会比较稳定。所以我也会随身携带这条相机背带。OK， 再来看看它上面的主要空间。
哦，对了，如果不想要放相机的东西，它中间这个夹层其实是可以打通的，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休闲的包包。那上面的话，我有放我的太阳眼镜。这个太阳眼镜是我在夏威夷买的，型号我已经忘记了。有时候开车的话会需要用到，所以我也会把它每天都放在包包里面。OK。再来，我会随身携带一个 Kobo 的电子阅读器。那这个电子阅读器是我老婆在上个礼拜送给我的，然后我非常喜欢，因为有时候我并不想要一直滑手机，然后想要看书，但是带了很多书又会觉得很麻烦，所以我觉得电子阅读器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好用。再来，我还会随身携带这个免 photo 的一个简易的小三脚架。我平常自己是不太喜欢带太大的三脚架，因为我觉得太笨重了，有时候又会有需要架相机啊，或是架 GoPro 的需求，所以我还是会随身携带一个这个小的三脚架。侧边还有一个小空间，它除了可以放水跟三脚架以外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巧思，还有一个小设计，因为它这边可以放钥匙，或者是我自己的话是放一个六角扳手。因为六角扳手有时候就是你想要用的时候，你就是不一定会真的记得带它，所以我就把它这样子放在这里面，我就是不会忘记。然后这边侧边也有一个小空间，我平常会拿来可能会放皮夹，或者是出国的话可能会放护照，然后它比较贴在身上，那就比较不容易会被拿走。OK， 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蛮不错的。还有这边，它这个是可以把它放在行李箱上面的，它可以放在那个拖把上面的话，那就可以。就是可以放在行李箱上面，就是很方便。再来这边，之前在 POV 的影片，有人会问到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相机可以突然就是不在我的手上？然后我可以有双手可以拿东西啊，我有双手可以爬梯子，那我就是使用这个 Peak Design Capture。虽然它的价格不便宜，但是、当你出去拍照需要用到手的时候，它就是超级方便。那大概这个就是我平常每天包包里面会带的东西。那今天的 What's in my bag 影片大概就到这边了。如果有任何想要知道的或想要问的，或是有什么意见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